下如人人智商都变低，有你的没变。阿尔法加贝塔等于埋汰。这都是什么题呀？怎么这么难？先睡一会儿再说。欧克，别睡了，老师叫你了。别睡了，欧克，二乘二等于几啊？老师，你不会在开玩笑吧？等于四呀，不错嘛。三乘三，三乘三等于九，四四十六，五五二十五，六六三十六，七七四十九，八八六十四，九九八十一呀。你怎么会的这么多？我们才学到三乘三啊。欧克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呀？谁知道他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样，我考你个难的，一乘十一等于多少？一百二十一呀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？你是个数学天才呀，早咋没发现你呀？这些都是很基础的题，好吧？你等等，我去叫校长过来，这天才呀。这是校长，你看看我们班欧克大学的题，一秒就算出来了，是吗？我考我的 ，x 减 y 等于二，二 x 加 y 等于七，求 x 和 y 的值 ，s 等于一 ，y 等于三。我的天哪，这可是二元一次方程组啊，这个数学家都不一定能做出来呀、啊。王老师，你班有这样的学生怎么不早说？我以前没发现他这么厉害。哎呀，这个月底全球奥数竞赛，我给他报名，就他这个水平，妥妥全球第一了。